Baby， 今天是周末，我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面了。这么久没见，你都不想见我吗？我真的没时间，这几天都快忙爆了。忙什么？要去哪儿啊？别问了，我没工夫跟你解释。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你到底在忙些什么。喂，草竹，我跟着他呢，他现在去地铁站的方向了。光天化日之下跟踪别的男人，当我空气啊！曹忠，他没有进地铁站，他现在在天桥上，马上要下天桥了。喂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这个调皮捣蛋的家伙，你又是抱又是打的，你好矛盾好变态啊。哎，说你为什么要跟踪别的男人？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扯皮。喂，曹忠，你在吗？我把他跟丢了。跟丢了？谁啊？都说了我有重要的事儿，你还在这跟我捣乱。哎，反正现在人也跟丢了，现在也没你的事了，干脆跟我一起去约会吧。别闹了，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呢。哎呀，走了。